始啊，告诉薇姐姐什么问题啊？我父亲左边的膝盖，左腿上面的膝盖痛。啊，左膝盖痛。走路。膝盖。走路不方便。膝盖痛啊。膝盖痛。我看到一个羊了，一只羊啊，杀要要杀羊啊，所以那个羊啊就这样的，一个腿跪在那边，不然被拉走吧。不然被拉走吧，一个羊啊，是一只羊啊，要杀一只羊啊。那个羊啊，就是僵持在那边的、那个就是那个羊的左边的膝盖啊，左边的膝盖就是它跪在地上，一直跪在地上啊，它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不要走了，你对那个羊说，哎呦，是我们对你们太残忍了，我对你太残忍了。不一定是他自己杀，比如说你那个外公外婆啊什么，不一定是自己杀，但是脑袋里边人呢、啊，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啊，或者什么人呢、啊，杀了以后就抱到下一代或者什么人身上都有可能。反正你看到羊在上面，你就是向他对他说这个事情，我们太残忍了。我们人类太残忍。你也不要说人类了，就是我们太残忍了。我们太残忍。我们太残忍了。对，你也是生命。你也是生命，对，是只羊啊，是羊附在那个。我现在不想杀你了。我不想杀你了。我现在不想杀你了。我不想杀你了。你起来吧。你起来吧。你起来赶紧走吧。你起来赶紧走。你起来赶紧走吧。你起来赶紧走吧。对，他叫他起来，对，那个都腿整个半天都酸的。他那个羊啊，一直跪在那边呢，就那个腿跪在地上不肯走啊，也不起来啊。所以这段时间你起来吧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吧。你起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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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走吧。我们想是你想杀你是不对的。我们想杀你是不对的。我们想杀你和吃你是不对的。像这种事情呢，不一定是自己杀，家里有个人呐、或者什么脑袋里有个人呐、或者人家杀了自己吃了，都有可能跑到身上来。但是那个牌子是看到什么就处理什么就行了，啊，反正像这种说，像对不起，你可以，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对不起，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我们再也不把你拴起来了。我们再也不把你拴起来了。这个脖子还有问题，他被一根绳子啊绑在那个脖子上嘛，所以把他拉住了嘛。拉住了以后，他就僵持在那边了，就那个膝盖就跪在地上，那个羊啊，左边一个膝盖就跪在地上，一直跪在地上，然后一个绳子拉到他的脖子呀，僵持在那边。现在呢，就是说一个放他走，叫他起来放他走，把脖子上绳子解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走了，慢慢走了，走了就不在身上了，不在身上这个地方就正常了，是羊的正常。对，你说你赶紧走吧。你赶紧走吧。你赶紧走吧。你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面。你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面。对，人类太贪心了。赶紧走吧。赶紧走吧。赶紧走吧。对啊，那个原来那个上学的时候，食堂里边，我现在看到的那个一桶一桶的那个端饭啊，食堂里边是食堂里边引出来的，食堂里边的。食堂里边的，食堂里边管这个的，不是你说管那不行啊，管这个的，所以那个买什么东西啊，买羊肉什么杀羊肉之类的，都他管的，所以啊，现在在这惹上这个事了，还不是你那个什么爷爷奶奶这辈子的，是学校里边，我现在看到那个学生端的那个桶什么之类的，有时候偶然还是有羊肉吃的，但那买的人呐、买的人呐、管的人都有份呐、买的人管的人都有份呐，对啊，你说。对啊，你说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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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管理的。对，所以那个以后像家里人，反正都叫他们那个尽量不要碰那些东西啊，因为那个碰了都会爱惹上这个事情的、特别是年纪越是大了，一个人抵抗力下降的时候，什么毛病都来了，都是那种东西来的，然后呢，特别
特别告诉他以后不要吃羊肉了，你说那个既然羊找来了吧，再吃又会回来的，知道吧？你继续说，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我爸爸是有责任。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我爸爸是有责任。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羊啊，就灵魂就再次就确认已经走了，但是不能再吃了。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我爸爸是有责任。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对，继续说，继续说。我爸爸是有责任的。对，现在走。现在你走了。你走了。那这个就是你见过场这个场景没有？羊跪在腿啊，但是这个羊是跪在一个腿啊，就跪在一个腿啊，就僵持在那边，既不往前也不往后，绳子人吐在那个绳子啊，他也不动。那个也就是说杀羊的人干了这个事，但是那个管食堂的、买的、涉及到这个都有责任，都是共同体嘛，所以惹上了这个事啊。现在已经走了啊。所以膝盖痛是哪天的话呢，走路可以好走一点。好走，但那不能再吃又会回来的。特别是回来以后再叫他走的话，就这个时候就很难走了。就叫他再离开的话就很难的。所以你要打电话告诉他，叫他那个羊肉不要吃了。好。好，那先这样啊。好。